也是甜，请永远陪伴你身边。喂，阿光，啊，你是上实在上到倒位去啊？啥？爆胎？啊，你爆胎嘛，先甲我通知一下啊！你即马随坐客人车，甲实在上到会场，我白负担你啊！我要赶快会场啊！无啦，大爱，我若甲物件先送去会场，再去上班，安尼我会迟到啦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已经伫客运车面顶啊，你要到啦，你等我一下啦，吼。好啦，你赶紧过来啊，吼。什么代志？无啦，阿光就讲伊爆胎，伊即摆已经坐客运车随赶过来啊。我看你先去会场好啊，我留你遮等伊，伊若是到位，我个物件送过去。阿姆，我老的啦。没来当回叠加蛋，袂啦，这是阮后生的场面，我来遮蛋是正常的呀、啊。没人好意思麻烦你这个外人，徛在这晒日头，遐尔辛苦。啥物个外人？小秋是阿凯的女朋友兼助理呢。搁再讲，阿凯的这个职务是小秋替伊争取来的，哪有啥物问题？伊应该知影讲阿凯在这啥物时阵需要啥，未出差错啦。我唔是烦恼伊出差错。我是怕人误会，讲我阁叫伊做人做师傅，伤忝。袂啦，嗯，真正是阮爸妈误会，真正无遐严重。是啦，妈，你免烦恼，咱这边水果过会场。小小，阿光水果过，你来老丹家当阿光，麻烦你啊。呀，妈。就是迄栋大楼，唔知是倒一楼的，伫楼卡等，一定等会到阎罗主厨。嗯。阎罗在遮啦。好，然后要赶来上班啦。多谢。别啦，别啦。助理耶，今天找伊，叫伊常去找阎罗主厨。哎，阎罗主厨嘞，你敢会使找阮去找伊？阮足崇拜伊的。系啊，拜托拜托。海霞，我即摆咧赶时间，阿姨啊，若是有活动，再麻烦恁去现场支持。粉丝专页拢有公告哦。你卖老孙讲，你想要独占阎罗主厨哦？顾不好阮粉丝甲伊见面，无你了都立下啊！就是够美，真正就过分了呢。歹势啊，我今天咧赶时间。哎，你慢走，你慢走。我只想要去阎罗主厨因家找伊翕相，你都给阮一寡方便嘛。啊，若无，你免想要走、哦。我真正无时间啊呐。哎，我不走，不准走，你别走哎。你到底什么造型啊？我是粉丝呢，若是无我的支持，阎罗主厨就无舞台啊。你都给阮去恁因家。去上打卡，给阮替伊宣传就好啊！就是讲咧，阿老婆，你别想要走、哦，你这个助理真正是狐假虎威咧。各位贵宾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参观今天的厨艺秀。等一下表演要用的食材拢准备齐全了吗？即时联络执行长的助理叶小秋，问伊即马食材是毋是在落的？若是未赴，马上甲鱼市的店长联络送过来。阮的上级主管来甲阎罗主厨配合，有这位充满创意、甲实力的执行长。我相信一定会当予淘金参与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。
的。哎，你已经看到啊，是不是要离开啊？助理真正做讨厌呢！哎，咱来去颜如主厨的房间看麦。等一下，搁翕一张啊！等因两个入去房间的时阵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颜如主厨哪会无在厝？伊这么人伫底？伊有活动啦！哎，你应该拍照打卡，是不是拢走啊？我真无简单才来一撮，哪有可能无看颜如主厨就离开？一堆办活动，你冲去！这两个人真正有够奇怪的，我绝对袂当让因见着郑凯。伊的报价算是合理啦，啊，不过也是有一寡细节无写清楚，先甲对方讨论一下再签约，安尼较妥当。我知。董事长，等，易老师啊。阿姨，小陈，你来啊！我订餐啦，互你甲子旺加菜。哦，多谢你啊！子旺就吃着，因真欢喜。嗯嗯。小陈，你碰忙做啊？嗯。哎，较早无这惯习，那用唔想着？人走啊，我就用啊。啥走？是大啦，我先把汤哦摕去厨房，等下咱吃。嗯。小妈，我会继续跟厂商好联络，啊，无其他代志，较早等你休困啊。哎，对头，啊，等下平常时咧无闲公司，互伊放轻松些就好啦。卖无用啊！你唔是在广告公司？诶，拜托诶，我嘛稍微休困好无？我点起个汤哦，是要互你补一下。你有想有较好无？嗯，咱愈来愈严重安尼，我迄丢丢疼啊！啊，哪会愈来愈疼？你无照医生讲诶，暗时食药啊？哦，啊，哎呦，哪安尼啊？叔叔，叔叔，愈来愈疼。等下，你唔是讲要好啊？白目啊！哦，无啦，当然有，是安尼啦吼，啊，阮当然有看起来咧情形偌好啦，所以哦，我误会啊，啊，就是讲哦，伊准备好啊，原来哦，伊拢听伫咧心肝内呢，正所谓哦，打落牙齿或血吞，哈，我了解，我知影，臣告退。就好啊，甲我讲愈来愈疼，你是要害我烦恼死啊？我真正足疼的咩？是讲小陈，我感觉你喷一芳水哦，真正无适合你。袂啊，我感觉这芳味我足介意啊。无你讲看卖，啥物款的芳水才适合啊？当然爱我送的啊，别人送拢无适合。哦。是讲你嘛好讲一下，你芳水到底谁送的？你无甲我讲，我真正烦到袂困啊！嗯，我忙送的，惨啊，你惨啊！无啦，先听听我解释一下，好个。外公，我他意思讲，我这旁边品牌真正呢，这成熟这好品的，有这种成熟的韵味。嗯，你会惊？你真正会惊哦？我来看电话伊。哎，你莫安尼啦，拜托，莫中午面头前我拍电话讲我讲。愈讲愈够野力啊！哪里安尼啦？你是哪里？你好像伤害是唔来啊？鬼系啊！都安尼，你是对。其实今仔是我的生日，我替颜如主厨做遐侪宣传，因为遐侪粉丝入来，
伊应该爱亲手做料理给我吃。你会当去个餐厅啊？伊即摆伫个涛娟餐饮集团。我才不会食迄种啥拢食会着的料理嘞！我是伊个头号粉丝呢，伊哪会使无重视我？紧叫伊回来啦，莫让伊衣食父母担遮尼久。若是无阮哦，伊今仔日根本就袂遮尼出名。好，我靠伊。郑凯，我小秋啦。小秋，你是不是看不到电话啊？无啦，我无看不到电话啦。你莫讲话，你想听我讲哦？今仔边有去遮回人吼，听着会误会啦。阿官送来食材哦，敢若有问题呢？你赶紧倒来处理，莫阁忙啊。倒来处理咯，我直接当面甲你讲，你看到你就知啊。就是安尼，再见咯。安尼会用啉袂啊？郑凯即马是要赶倒来啊？恁个家都收起来好无？莫提家都影响我足恐怖诶！等阎罗主厨回来，阮就袂为难你啊啦。啥叫你要甲伊霸占条条？你应该啊。嗯，阿贤啊，看面色歹看。嘘，小舅出代志啊。狐狸，啊，狐狸，人嘞？对，来来来，跟我上。哦。志勇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出去处理其他代志啊。行。反正你也紧张，我知影讲要继续卡号张振凯，打电话来甲伊求救，反正紧，一定平安无代志啊！哈。那都是种代志，伊做菜的农夫毛不毛的事，啊，唔着我去加菜，我唔是食的，也不是。两点啦，什么时阵啊？去拍哪凉啊你啊？我是啊，你老师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那些做菜王的粉丝啊，聊鬼子呀！你都什么也当？那开车开啊，你还想哦？我惊你小车也袂去安怎做，咱就是安怎，想好鬼啊！他是啊，你要不要了？小秋是狗阿呗，但姐回顾影片不算，得要出一秀啊。应该是狗啊，我卡好用看咧。唔免卡，规公司卡过拢无人接。哎，唔敢咪阿根啊，我无敢物件送来，你要跟我阿根阿联络。无啊，早知这叶小秋袂搞掉，到即马拢联络袂着，我已经叫人甲差不多同款的食材送来啊。查查恁即卖一出状况，我先该准备啊，来看麦。奇怪的，奈安尼，都敢那等阿公啊，把物件送来尔，我奈等阿拢无看人。反正是建钦甲惠文，甲小小叫转去，知影讲伊即卖变成是郑凯上火的，顶唔甘因走起。小小唔是遐尔无负责任的人啦，会反噬哦。出什么状况嘛，不一定啊。小川啊，到今嘛搁未来，是不是出代志啊？小秋，你莫紧张啦，真紧就到啊，啊！
只要我转投资的对象吼，若无威廉哦，你拢总有意见啦。可是我老婆用这個方式来甲你提气，你可能未记得讲，威廉嘛是你家己的亲生后生。你这私心我想过，我用你的权利要来剥削我，你已经无设法搁再管任何甲人事有关系的代志。你想要扳掉我这个总经理的人事任用权限？无唔对，我甲这个权利交小夏。你感觉我有啥物意见？你还真还真都无去啊！伊也无记得他出头天啊！今嘛是恁家庄内较重要，我当小川就无重要性。实际上，我跟威廉拢是你的人。阮的心拢是跟你一家，刚刚我看袂出你野心是为着要伫林家甲传统集团徛稳。但你是讲个啊，你还阁会尊重我？我一定要得到爸的支持甲信任，所以我只好认命。咱是一家人，相依相偎。大家来打拼，咱是一家人，同甘共苦，若有困难，就爱互相照顾。咱来用爱打拼前途。See you.